吃鹅蛋呢，在我们2024年呢大甲呢芋头节，可以说有这么棒的一个活动，真的要非常的谢谢我们大甲啊，我们的农会，感谢咱大甲农会，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长官贵宾的支持，才有这么大这么棒的一个活动。欢迎我们理事长吴梅啊，欢迎吴梅啊，好，快上台。是的，我们在台上呢也邀请到理事长以及常务监事，还有我们黄总干事，请一同上台来有请哦。国梅啊，总干，无啦，就伫遮尔，你都会拄啊，我都看伊伫啊。是的，我们现场呢，那也再次给我们农会来一个掌声，好不好？抛香膏，吹起来，好不好？谢谢。各位长官，各位来宾，真感谢您今仔日就好原来来参加我们这个农会举办的这个芋头节。那么，那个芋头节。就是自顶届，咱那个老董教授，伊就来举办，啊，到即马已经20多年啊，这20多年来，会使讲咱大家蚵仔，会使讲咱响全世界啊，不是干那台湾尔。哦，啊，伫个这个举办的中间呢。咱这乌龙，咱来比赛迄个乌的比赛，芋头比赛吼，年年拢有举办，那么大家拢真拼势，伫咧工作，提升品质，来参加比赛安尼。那么今日感谢各位伫落雨的中间，过来甲阮拍这条吼，感谢各位啦，谢谢大家。谢谢掌声，感谢啊！继续，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农会的代表人来继续有请。今天的理事长啊，现场谢谢咱农业金融署咱的李署长啊，还有我的对阿款啦，阿哥咱台中市议员我们施志昌市议员，阿刚才林继正，台中市政府农业局的林继正哈，接着是我们农业部农水署咱的我们金文处长。还有我们文杰议员的那个李主任哈，接着是我们南中区分署那的副署长钟副署长，还有我们台中区农会改良场我们的肖副厂长，还有咱这个咱大甲区公所哈，咱农业科咱的陈龙文代科长哈，还有我们农业经部的吴乡里，谢谢哈，够真多长官了哈。首先先感谢您哦，今日您到雨天哦，阿哥来来参加咱这场会活动哦吼，大家拢要发啦吼，谢谢你们，谢谢。而且我要甲咱各位报告吼，头拄仔李署长有讲过，咱这个乌鸦节咯吼，办甲到今年开始哦，第一届我开始主办，到即马我各位会当甲恁报甲真清楚哦，24年啊吼，第一年伫个921年结果调规划好啊，要办多少就要一撮填办哩，吼、哦。这个时阵开始，这20几年来吼、哦，咱农会咧办理这个活节、这个活动吼、哦，一直在改变，改变到今年来哦吼，呈现的方式拢无同。那今年哦吼，咱做的方式又无同。我伫只甲各位做一个说明，再看从今年来吼、哦，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吼、哦。第一项，咱伫顶礼拜哦吼，顶礼拜拜五暗时啊吼，咱就。有一台游览车，佮挂咱的荣誉，挂咱的同事吼，去台北第一市场啊吼，去甲市场遐个批发商啊吼，去甲伊搬乱。咱底下有办一场大甲芋头上市见面会，伫半暝啊两点外底下甲伊办见面会，甲遐个批发商吼，挂一下感情嘞。哎，咱是顶礼拜伫个顶礼拜五暗时底下有办第一场见面会。那今仔日嘞，今仔日咯吼，伫这个地点伫遮个时，这个时间点吼。
咱直接看这来参加的民众，又够有两种人，不是查人甲查甫人啦吼。一种是咱只看咧排队者吼，迄个也是受理报名吼，有500个人的这条做永浴爱河石龙小旅行。迄、那个活动一推出了吼，500个人的名额吼，一天内底秒杀。啊，即摆因咧排队时啊，咧报道刷了，要带因去产的狗啊，哦，要去体验着咱的狗啊，这个过程，即，让因去实际去体验去狗啊，这个，没有咱的消费者更加认识咱大家哦。啊，伫个这个地点哦，这个时间，咱今仔日九二一哦，其实咱大家还有另一场盛会，就是全国杯的永信杯排球比赛。来自于台湾头壳大学尾真侪学校的学生囡仔吼，有300外队的这个队伍吼，拢今日来到咱大家来参加这边的这个排球比赛。啊，咱嘛借这机会，咱两个单位一起结合起来，啊，搞咱大家吼，借有这个活动，啊，因来，因一定来点火车站，才去坐，去山，去迄个这山顶去耕地吼。啊，咱在里只大家做聚会闹热，啊，咱嘛有针对因，特别有犹太，因来，咱就拢要送。哦，招待一下来晚风来的人客啦吼、哦。啊，另外一种嘞，今仔伫即个地点的时候吼，阁有特别注意一样一个，平啊，今仔对南平坐火车来搞咱代驾，啊是对北平坐火车来搞咱代驾吼。伊、哦、个票口啊，拿个票根，持着来到大甲站的这个火车坐到的咱代驾的时候，持着票根可以兑换我们的玉角一包。哦，所以这个面向底下吼，这有。很多不同的迄个对象伫个遮吼，啊，过来，因为这个场一只纯粹咱是甲邀请咱这个市内咱所有遮优质的遮农产品哦，就这个场大家来做一个闹热，啊嘛要安排着真多这个展演活动，一只互咱来乡亲时代大家做伙来闹热一下咧吼，啊，搁有伫个拜一，咱搁会办理着这个户外冰港。这是针对着农友的部分了、哦、我们再去做芋头评鉴。啊，这项就是讲，要让咱的农友大家借由评鉴哦，吼，这个活动会当让咱的蚵仔越来精益求精，会当让咱大家这个产业提供生产出来蚵仔越来越好。吼、哦，啊，这是咱今年度这个蚵仔节吼办24年来以后吼的一个想法。你知嘛？迄头拄啊，迄个500个永裕爱和慈农一日小旅行者吼。这拢外地来，因报名来咱家，啊来，让因来去体验咱大家蚵仔，哦，啊，这个整体安尼开，有这4-5种的这种的结合开，希望哦吼，咱的消费群会当对咱大家蚵会当更加好的认定，更加好的肯定啦吼。尤其这20几年来，咱有当啊定伫电视面顶看美食节目吼，那咧采访的时候，比讲老咧做蚵仔料理的时吼，迄个主人家绝对讲，我这拢用大家。那刚刚无讲用大家，那刚刚好像是不对啊。哦啊，这是咱家的一种，老师，咱听起来咱足欢喜的吼，真肯定咱大家好食。啊，相对的，咱嘛是爱更加努力，会当提供更加好、更加安全的这个蚵仔吼，来给咱的消费大众。包含伫个咱这几年内底，咱大家农会嘛，搁去设立一个吼做植物快筛检测，并要对咱遮出去的蚵仔，咱拢会经过安全检验，给咱的消费者吼有一个把关。会当让咱的蚵仔吼，搁较安全，啊，让大家吼食了搁较安心。哦，啊，这是今仔日这个蚵仔这个活动，我借这个机会，甲咱各位做一个报告吼。24年啦吼，啊，都安尼一路行来吼，啊，好，甲今仔落雨，啊嘛，这么多着吼，感谢咱大家。啊，最后一只，祝咱所有现场的乡亲士大，啊，甲咱各位贵宾长官吼。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多谢咱大家，谢谢。是的，我们这一次谢谢啊，我们长官贵宾，同时呢，也要来邀请到理事长帮我们邀请长官贵宾来致辞。是的，我们邀请了理事长以及我们的长官来帮我们邀请现场的与会贵宾上台来致辞，有请。好，谢谢。首先，咱是不是来邀请到咱中央的长官，今天官阶最大的吼，咱的农经署吼，咱的李署长吼上台为我们勉励，掌声欢迎，掌声欢迎，欢迎署长，欢迎。刘二世，遇见你实在幸福，谢谢我最尊敬的大甲区农会理事长洪德赤理事长。
还有我们的长坚陈玉明长坚，还有最认真的总干事黄瑞祥总干事。那么在座有我们的施志昌议，还有我们的市容会议委总干事，还有台中市政府的林杰任基政。啊，在不除了我以外，还有包括我们的那组，那么以及我们的农粮署改良场等等，还有文杰议员的办公室李主任。说来参与我们大甲农会活动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那刚刚总干事有说，今天不管你是从南部坐火车来大甲，从北部坐火车来大甲，凭票根就可以兑换我们的芋头角，对不对？总干事，我今天是坐高铁来的，坐高铁就不能兑换吗？好，我想要谢谢刚刚理事长跟总干事对我们这个大甲芋头的一个介绍，我觉得非常非常不简单。今天虽然下着雨，但是我们农会办活动，遇水则发。虽然下雨，但是我们看到现场这么多的人潮，是不是请各位给我们大甲农会一个掌声鼓励？谢谢。那刚刚理事长有说，我们大甲的芋头呢，其实不仅是台湾有名，是全世界都有名。那是因为在大甲这里，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那么因为有我们大甲农会的长期辅导，因为有我们的台中市政府的力支持，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辛苦的芋农这么辛苦的耕耘，才能够生产出这么品质这么好，那这么美味的一个大甲芋头。那也谢谢的大甲农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推广活动，那今天除了我们的米食品尝以外，那也结合了食农教育哦，我想这个就是发挥了农会存在的一个价值。那么大甲农会除了针对我们农特产品的推广跟行销以外，那么在我们的信用金融部门，我们也是经营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到现在我们信用部的存款有超过100亿，来到102亿，我们的放款有75亿，我们的规模是稳健的一个成长，那各项的指标在农会界都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出色，是不是？再请大家给我们大甲农会一个掌声鼓励，谢谢。好，那最后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大甲农会业务昌隆，与会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甲农会加油，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署长，谢谢署长。那接下来继续邀请总干事帮我邀请贵宾。那接着是不是邀请我们台中区改良场我们肖副厂长？有请，有请我们肖副厂长上台帮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哎，主持人吼，还有我们那个洪市长干事，在座有我们的李署长，还有我们。还我们还有我那个李文杰主任，好，还有我们的中区分署的中副组长，还有林玉维总干事啊，施志昌议员，还有林春良检计，还有我们的吴香礼，还有我们陈科长，好，那在座的各位伙伴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代表台中区农业改良来参加这场遇见你，然后实在幸福的一个产业活动啦，那我相信芋头在大甲真的是得天独厚，那因为我们有嗨咖烘，所以造就了我们有很好很好的品质，那这几年我想在各级长官还有农会的努力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芋头产业真的在改变，那包括一年一度的文化节，从过去其实是农特产品的一个促销，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文化也找进来了，把人情味也找进来了，那我想这是很难得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在每年的话的今年是10月18会有台中市整个一个芋头产业的一个评鉴，那我想在这个部分透过评鉴也让我们在地的产业品质越来越好，那当然去年我有参加他半夜的那个到市场的那个沟通的活动，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那晚上除了去跟行销商沟通，还有很好吃的芋头米粉可以去品，透过食物的一个行销把我们在地的产业传承下，总我这几年真的我们看到芋头产业的一个改变，那最后我想就是我想芋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产品，诚如我们讲的芋头这个东西大家会觉得它淀粉很多，那其实它都是一个缓慢分解的还有抗性淀粉，那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那所以呢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吃芋头，吃出芋头的好味道，
然后好好的吃芋头，吃出我们的好将来，然后把这个幸福的一个产业持续留在我们这个大甲。那我想改良厂是一个技术辅导的单位，那我们义不容辞该为这个产业做努力，那也预祝整个活动顺利圆满成功。那与会的嘉宾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我们长官贵宾的支持，让我们继续来介绍。谢谢张长，继续来。我总介绍我看有对吼，咱的台中市农会我们林议员林总干事，刚招呼者吼，欢迎欢迎总干事，欢迎。还有现场还有我们台中区农会改良厂我们前洪副厂长，欢迎欢迎洪副厂长，欢迎前洪副厂长。啊，各位咱介绍好出名的咱湾里镇农会咱的郑总干事，欢迎郑总干事，欢迎。好啊，而且吼，咱是毋是阁继续邀请一挂长兵吼，即个真来，今天要来讲支持吼，我真个非常感谢，啊，只要请恁开头面的是，继续咱邀请一咱的农业部的中区分署我们钟副署长，欢迎欢迎副署长，有请。副署长好，咱大家拢会洪理事长、咱黄总干事以及咱农经署的李署长、农水处王处、农水署的王处长，还有我们台中改良厂的肖副厂长，台中市政府农业局的林春良林检任记政，以及我们台中市的林玉伟总干事，还有我们院里的总干事，以及咱现场的贵宾，请咱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日真欢喜，用代表咱农粮署中区分署来参加咱大甲蚵仔的行销的活动。咱目前咱台中市，咱种蚵仔的面积大约有920公顷。其中咱大家就占一半以上，有400多公顷。啊，大家蚵仔品质是非常的好，它的口感绵密、香嫩、入口即化。以外，伊的香气、浓郁，嘛拢受到咱消费者的肯定甲喜爱。所以大家蚵仔咧市场上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会造成抢购啦。当然，咱即摆时代咧进步，咱农产品。除了咱的品质以外，上重要，咱消费者嘛对咱食安的问题非常的重视，所以咱即卖会搁较来落实咱的安全健康农业，予咱消费者有较买了安心，食了健康。咱近期咱农粮署嘛一直持续甲咱农会、甲咱农民朋友一直咧拍拼来推动咱的产销履历。目前咱台中市产销履历。蚵仔种植面积有140公顷，透过咱的强化咱的溯源系统，来落实照顾咱消费者的健康照护，予咱的消费者用买了较健康，食了较安心。过来，咱农粮署这几年嘛一直持续咧推动咱的冷链系统的建制，嘛投入相当多的经费。未来咱买持续的增加经费来投入冷链系统，来协助咱农民朋友，和咱的农产品用延长也保鲜期，增加也出价寿命，和咱农民朋友的收益用增加，来照顾咱农民朋友。啊嘛，今日要借着今日机会，来邀请咱全国的消费者用来咱大家佚佗。买咱大家上优质、上好、上爽、上面的大家蚵仔。除了来佚佗以外，啊，拄仔咱总干事嘛讲到，咱阁有办食农的小旅行，所以今日这个活动真正就是，甲咱的主题同款，遇见你实在幸福。啊，最后要祝福咱今日的活动会用圆满成功。与会贵宾，大家平安健康，大赚钱，感谢大家。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副署长，谢谢，有请。继续，我们是不是邀请咱农水署我们台中管理处我们王处长？处长专门叫 Kitty 来替系统处理迄个呢？就会，今天开刚面对起的，你把介绍 Kitty。好，那我接着普通介绍，我们现场又来了一位我们的嘉宾哦，就是我们大甲区的大家长。我们大甲区长严金元严区长，欢迎欢迎区长。好，那咱处长如果客气哈，接续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
最优质的议员，我们施志昌施议员上台给我们勉励。掌声有请我们施志昌施议员上台来为我们致辞，有请议员好。啊，感谢咱红理事长，咱黄总干事，啊，世上的贵宾，啊，我想我卖一千哦，因为等下要贵宾要地数的真多啦吼。我想咱大家拢会，咱所有的小组长、班员。啊，一起今天你来参悟啊！我想也看到许多各地的农会一起来共襄盛举。咱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想拄啊总干事有讲到，我想二十四天的时间，要安那，吼咱的蚵仔啊，因应这个环境吼，一直咧改变，营销的方法嘛，一直咧改变。我想拄啊总干事有讲到，二十四年前，伊就是承办这个蚵仔节这个业务。到今仔日做到总干事啊！这二十四单，当然啊，不管是环境气候啊，不管我们农水署啊，对这个灌溉水哦，包括整个气候，包括我们农改场，包括我们农粮署哦，其实法令各方面都一直在调动。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对于咱蚵仔农民的支持，包括对咱大家蚵这个品牌会安尼支持。我讲哦，咱就是大家吼。那台湾全世界拢知啦，所以吼、哦，其他所在拢讲阮大家蚵啦，仿的。啊，代表咱有迄、那个这个品牌，嘛有迄个品质，吼大家来仿。哦，多位世界企业在拢大家蚵哦，所以讲啊，今仔日啊有结合这么侪无同款的活动，食农也好，包括我们现场许多的摊位，包括今仔日咱伫咱的这个大家火车头啊，这过去是一个日本宿舍哦，我嘛期待。这市政府哦、我们这个是金发局了吼，咱开足侪钱，争取足侪钱，甲遮精力听，都是希望啊，会当哦，譬如讲我们这个市农小集哦，小农的市集，能够在这个地方啊，甲咱大家干播上好的农产品，拢会当伫遮来发挥，好足侪优势会当看到，甚至拄啊总干事咧讲，有诶为台北、为北部、为南部坐火车来。咱应该爱叫代替创一台啊吼，咱这蚵仔芋头列车啦，啊呢，这到咱家有尔，来体都无同款。我想这是未来咱真侪爱推动的工作，大家做伙来支持咱的大家蚵仔，谢谢，感谢。是的，再一次谢谢我们施志昌施议员的这个致辞，掌声再一次感谢，谢谢议员。接着我们来邀请咱台中市政府农业局我们检任计政林检任计政村良兄来。掌声欢迎欢迎。本来想不一一介绍了哈，也称呼，但是很难得哈，现在有很多的中央的长官在这里哈，还是容许我一一的一个来跟他们打个招呼一下哈。那个李署长哈，那个王处长，还有我们的我最亲爱的一个我们的中部分署长，还有我们肖。副厂长都是我的好朋友了哈，这个些都是另外我们的大家长，我们区长、委员区长哈啊，当然我们当然是那议员啊，去年刚刚离开哈，还有我们的那个李文杰部处的李主任哈，当然我们的三长哈，那个洪理事长哈，刚才还有我们的那个陈常务监事，我刚才也是在现场还没有看到哈，那总干事哈。我想今天很难得很难得有这么多的农会伙伴哈、在这里啦、我在这里想说利用点时间、代表市长、代表我们事务团队先谢谢各位哈、长期以来对我们市政业务的一个支持哈、对我们农业的业务的一个配合哈、那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最近的业务其实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哈，那。讲到这个代价，大家想到是啥物？蚵仔嘛吼，这个是又香哦又 Q 哦，白中带籽吼，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地区的一个特色了吼。当然，台中市会有这个的产品，但是有我们农会长期的一个努力了吼。我那起码那蚵仔外大概报告者，大概有七八千是公顷哦，是全国第一个吼。啊，主要就是咱伫那个代价区，甲咱开中间那个出产品品吼，啊，其中。咱差不多离大家超327公顷啦吼，这是咱400吼，400一共400公顷，是咱即摆才讲是台中上济啦吼。那咱农会，拄好咱的中
部分老公的哈，但推产要履历哦，这张 EQ 哦，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产地标章哦，我捡我不捡，所以我们打出一个好的一个品质、安全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的产品一直在这个市场受到肯定哈。那给予这个永义爱河哈，那永义芋头嘛哈，和就是咱的追求，其实这两项。哦，是咱大家最重要、最重要的商品啦吼，那比较不是这样啦吼。所以今天呢办的这个展售会，不只是农特产品，还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体验活动。我听讲有要去体验蛮蚵仔吼，哦，这个裸体吼，一语折花吼，不简单。但是这个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有机会让我们消费者哦，有更深层的认识我们在地的农产品哦，也认识这个。土地跟人啊，亲手轻轻摸摸泥土哈，那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石农教育哈，应该大家来肯定哈，那实在是不简单了哈。那在这里，但是背后会有很多我们农会的伙伴们的辛勤的功劳哈，像这些楼梯，你看你做上台工那么辛苦了哈，我想这个是一个啊，值得大家要给他一个支持的鼓励的，好不好？哦，那最后我要再谢谢这些的长官哈，尤其中央的长官要给我们地方多多支持哈，大家一起合作，我们把。我们大家，我们大家台中的这个产业再继续的往前迈进，谢谢各位。是的，这一次掌声，谢谢我们长官的支持，让我们继续来有请。继续，我们邀请咱台中市农会咱的林玉伟林总干事为我们勉励。有请林总干事上台来为我们支持，掌声有请总干事好。啊，咱今日主办单位哦，咱大家农会洪理事长哦，洪总干事哦，以及咱在座的各位长官、贵宾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啊，即摆哦，用讲啊，全国的消费者啦吼，若讲要食蚵仔，就是食咱大家的蚵仔；啊，若要买蚵仔，嘛是买咱大家的蚵仔啦吼。啊，可以说啦，咱大家的蚵仔的这个吼，的品质啊，哦，香 Q 泥哦，非常的美味好吃。而且哈、升值啊，我们全国消费者哈、升值人心的一个品牌跟品质啊哈，啊这东西啊，那呢农友用心的一个栽种管理之外呢，哦，我们大甲农会也非常的用心在推广行销，好，尤其以反正这次为期两天的一个活动啊哈，啊有咱这个额外的这个品尝，好，啊还有咱这 DIY， 咱芋头的一个风铃 DIY 的体验的哈，采收体验，啊有表演活动，哦。啊，很丢够这农产品的展售活动啊，吼，员工啊，吼，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呐、啊，也相信啊，未来啊，吼，啊，离咱农会、农友吼，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吼，来今天让我们大甲的芋头产业吼、更加的蓬勃发展，啊，咱的农友大家拢大赚钱。好，最后预祝我们这次活动圆满成功，也祝各位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心想事成，谢谢。是的，这一次谢谢总干事有请，谢谢总干事，谢谢我们林总干事哈。最后要压轴哈，要邀请一咱大甲区的大家长哈，让恁家人娱乐，咱爱家己出来，家己赞下者哈，是不是邀请我们园区长上来为我们勉励几句？是的，我们一同邀请到区长严金元严区长上台来为我们致辞，欢迎区长，区长好，谢谢。原本哦，啊这个因为有迟到哦，实在不敢上台跟大家讲话，那恭敬不如从命哦，啊谢谢我们洪总干事啊，洪主席哦，啊我们知名的主持人哦。啊，现场很多的长官、贵宾啊，各位好伙伴、志工，大家早安，大家好。虽然在落雨吼，啊，不过吼，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遇水则发"啦吼，大家都护好人。那今天我们大甲农会呢，办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啊，遇见你啊，实在幸福哇，这个整个主题啊取得非常好哦，取得好。我刚刚进来呢，听到好多长官哦，长官在肯定我们大甲农会呢。那么这么多年来呢，啊，辅导我们的这个农民哈、种芋头的很多的稻米等等哈、那当然的一个推动的相当的有绩效。那刚刚议员特别提到说，24年前哈、我们总干事哈、在承办这样子的业务，然后现在做到这个总干事哦，可见他在经验上哦，真的在管理上、在辅导上面特别特别哦，特别特别用心哦。那当然，整个一个大甲
芋头为什么会受到各界的一个评价这么高？因为我们的品质够稳定，品质非常好。那我只要分享一分钟哦，我大概两个礼拜之前有到东区哦参加一个活动，那么在地的人哦，我们在餐厅用餐，有一道菜叫活跳墙。他们在讲说，哎，啊，你敢知内底这些内底蚵仔是叨一领？伊中有人讲，啊，这若大家蚵真好食。我讲，啊，你敢大家蚵，你敢食出来？伊讲，哎，食出来吼。啊，伊讲，啊，你大家啦，伊讲我大家去的，我讲哎啊，但是吼，啊，无你先食好嘛，看是毋是鉴定是毋是大家蚵啦吼。结果吼，因咧有两三个就抓紧这个卡卡要食吼，啊，食来伊讲，啊，对哦，这就是大家蚵。我讲你若讲大家哦，我嘛感觉讲就是着大家哦，所以讲这餐厅就是真正好哦。啊，所以讲哦，为什么人家指定说哎，佛跳墙那里面的，光只是一个这样小小的例子，我们大家哦，你看这个名号，这个品质受到我们这么多的一个肯定，尤其是餐厅来使用哦，相信我们荣味有秉持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大家得这个独天独厚哈。整个一个不管是这个土壤啊、环境啊、你的栽培技术啊、管理等等，都是全国最优哦。那我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把它分享出去、推广出去，未来我们台告哦，必定在全国哦会更加的发扬光大哦。也感谢我们荣味洪理事长带领的一个团队跟总干事的一个这个努力了哈。那当然，我们市政府、中央整个农政单位都一直在多积极的推广啊，来辅导我们来做好这样子的品质管理的一个啊这样子的措施哈。非常感谢大家啊，农民真的很辛苦哈。那大家多吃芋头总是好的哈。那最后呢，还是要祝福大家啊，那在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啊这个满载而归哈。啊，多多来捧场我们代告哦，然后就打开，谢谢。是的，再一次谢谢区长，有请区长请留步嘛，区长请留步。我们接下来要来进行我们启动仪式的部分哦，那有请。好，以时间的关系啊，我补充介绍一下，咱隔壁的好主编哦，咱国博龙为咱李锦东李总干事嘛来给咱关心。欢迎总干事，欢迎总干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邀请到我们前方的长官贵宾，我们一同上台，要来为我们今年度呢2024年遇见你实在幸福的这个启动哦，要来。郑总，来，不像你上来，部长。是的，我们邀请长官贵宾。